号杨乃文、陈婷妮、修杰楷、客家宴盛装出席品牌活动。小编事先被撒满狗粮，首先现身的客家宴，目前才因手机放了男神孔刘的照片，让老公生气气。他也趁机会说清楚啦，我没有放啦，我只是跑来看。只是拍戏的空档看一下而已，但是我手机是不会放孔刘的照片。如果老公跟孔刘要选一个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有我那么难的问题，没关系啊，这段访问他不见得看得到、啊。热心的网友帮忙 tag 一下坤达，而接下来的修杰楷才是真的秀恩爱无极限。老婆平常擦橘色的口红，这叫啊？想亲他的冲动。嗯，这有点害羞的，就我个人觉得。不用擦唇膏，我都觉得也会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点害羞。刚刚有说觉得老婆素颜，我真心这样觉得，但你们没有机会看到，因为他不会让你们看到。上一秒才刚晒完爱，下一秒被问到好像对老婆在新戏里的骂人桥段有点感同身受，就一秒破功了。你不觉得他演得很好吗？好，你没看过对。好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这个作品。昨天也看完第三、第四集，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，我昨天看完我也哭了。所以我昨天也跟静雯讲说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拍的这部戏，也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作品。那对，他平常真的没有那么凶，他在戏里面比较凶，对，开玩笑的。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平常对我再好一点。不知道说的这个愿望，静雯有没有收到呢？Go, go, go, go!